刚刚大家呢都有试过汇入我准备的，好，那几个是我都有试过比较没有问题的，但是网络上你可以找到更多，当然你会有可能会遇到汇不进来，或者汇进来像刚刚一样的材质没有对到的也有可能，好，那你可以先找找看，你看这个，我平常最常找的就是第一个，好，就是第一个，这个最单纯的，你点过去呢，他已经帮你做好分门别类，有没有看到上面这里哦？对不对？看到这个就知道这是跟建筑有关的，交通有关的。看到这一支刀呢，你就跟什么有关？啊？不要跟我讲跟厨房有关了，跟武器有关系。好，跟武器有关系啊，所以你就看你喜欢哪一个哈。那你也可以用关键字找哦，我记得它上面有可以打关键字，有没有？上面这里可以打关键字哈。那比如说你想要像我们看全部的也可以，好，你找。那它上面呢，找这个嘛，对不对？最近太红了嘛。但是重点是你看一下，在它的这个说明里面，有没有注意到它有写什么？有没有它的模型的格式？有哈，哎。我们要找的尽量找什么是 OBJ 的这一种，这一种你材质比较容易汇进来，哦，比较容易汇进来，但勉勉强强 3DS 也可以的，只是大部分来说，如果你是像这种只有比较单纯就是颜色的 3DS 的也 OK， 但是如果你像这种汽车啊，有没有有比较就是一些 图片式的那内容的材质的话，就比较有机会汇不进来，比如像这些房子有没有，所以盖房子干嘛？一定要自己一个来。你的左右邻居想要那101平，在你们家隔壁，总统府就在你家隔壁。虽然那个地段我们买不起，但是虚拟的我们买得起啊。好，所以你可以像这样放进来。那比如说以这个来讲，点进去，那你稍微留意一下，如果它上面有那个 money 的，就告诉你是要付费的。原则上大部分这边都免费的。好，那你找看看。好，但是因为这个网站也要生存嘛，所以你常常会看到这一种，请问要不要按？看到这个就上面就告诉你这是 Google 的广告啊，这样了解吧？哦，这是 Google 广告，你滑过去你会看到，这样了解吧？所以往下走，请认清楚这一种的才可以下载哦，不然不是肯德基没有用哦，好吗？好、哦。按一下，下面它会列出来，就是有类似的。那这个网站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你不用注册会员，给它20秒，时间到了就会自动下载。按点了解，好，所以你可以透过关键字也好，或者是像就是自己去指定的类别找一下，大部分它付费都是在最上面的，好，都在最上面。好，有没有自动下载了？好，那这个档案应该不会太大，800多 K 而已，所以。找到之后，我把它在资料夹中显示哦，这样你会比较好一点。我把它丢到桌面上 ，OK。那么我们现在回到桌面上，我把那个解压缩出来。好，在这里。好，我放到它的资料夹。我们先看一下它里面有什么。你看哦，有没有 3DS、C4D， 还有 OBJ？ 我们要的就是 OBJ。哦，就是这个档案哦，所以呢，现在回到我们的实用3D，你再把这个放进来，你们家小朋友晚上真的就不用睡了。来，点到桌面，这里 ，OBJ， 哇，糟糕，这个就失败了，有没有？所以也有可能你会竟然会这样子哦。好，那继续，这样就变钻石了嘛？哎，它好大，真的蛮大的哦。那当然，你也可以尝试看看啦。如果说你坚持一定要用这个，你也可以尝试看看，就是如果说，哎，我透过材质能不能让它好一点？好，你就拿到这边来。好，我就点两下，透过材质来试看看，也是一种方法。好，找到刚刚那一张。里面有一张图片，试看看是不是它。啊，那没有用，这一张没有用。
这一张不行，好，因为这个是它就是输出好的完成图而已，你这样贴进去，只能跟你讲，它只会摆在这里，哇，这样贴图就不对了哈，所以有时候你有可能会遇到这样情形，那这个时候就麻烦你再找找相同类型，你看下面它会不会列出相同类型的，好，你再稍微试一下，因为每个人的那个模型哦，3D 模型最大麻烦就在说，虽然有共同格式，可是不同的模型做法不同，有可能就会不进去，好，会不进去，这样了解了吗？了解哈，所以可以找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哦，吉他也不错吧，嗯，好，来。